我很喜欢他们的啊，他也很好的对我，总是开花。他有儿有女，还有养老退休金，可一个人的生活不免孤单寂寥。他的儿子外出打工，每年只有春节短暂相聚。哎，反正你只是公务员，不得管哪些的管呀。空巢，纪录片编辑室即将播出。春节将近，王招娣老人开始盘算着子女来探望他的日子。昨天的风在这晚上。王奶奶今年81岁，老伴儿早就去世了，儿子常年在外打工，现在他一个人住。随着中国城镇化进程的加速，无数农村青壮年带着梦想奔向城市，却让越来越多的农村老人成了空巢老人。王招娣有3个儿子4个女儿，但是都不在身边。老人身体还算硬朗，最大的问题就是眼睛不好，没法烧菜。平常都是煮一锅饭，里面放点菜叶，就这么着凑合吃一顿。这样的结果导致他长期营养不良。我一个人住。我老为了过年的今年的这些早一出，我一个人住，一个人住一个人弄呢。那你不会种菜，吃什么呀？你个掰点菜东西来，不是掰的。掰菜的，那要是不掰的？不掰就买点的。锅里有买哈，我送菜。长工。哦。敲你大，哎，都不是公公妈妈的我上班的，种田的田主。有几天在医院里没做。10点整。你看对吧？准时呢。我就看着自己的样子在做。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广播体操节目时间。每天这个时候，钱学瑞老人都会准时打开收音机。其实我不是第九套，我是这边的。原地踏步，走，1、2、3、4、5、6、7、8、2、2、3、4、5、6、7、1，伸展运动，预备，起，1、2、3、4、5、6、7、8、2、2、3、4、5、6、7、1。今天广播体操就到这儿。
我自己是根据他的要求，我就自己想象。这里开始的时候恐怕忘记，我就把一句句写在这里。现在不用写，就听就行了。常年一个人独自待在屋子里，这样的生活钱雪瑞已经很习惯了。他有一个儿子，两个女儿，他们不定期的会来看看他。因为腿脚不便，老人很少外出。在中国社会转型期的大背景下，传统的养儿防老受到了严重的挑战。在农村，因为收入偏低，养老问题更加复杂。我说你这不搬米到吗？怎么搬呀？就挖土。不说好你那个呢？我拿钱，我钱在哪？拿钱在哪？拿在哪？不要乱挖，你莫乱挖，你是不要吵我，吵就是啊。哎，你好，掏米钱不？掏米钱，我米也不交给你。我这个钱，我交你，这个钱我交侬。哈，你要？哎呦，我哎，还是几百万给你得了？你咋就得？我们让你提前跟你说。哎呦，俺掏出钱了，别人忘不账，别人账。这个，我钞票你问我了，这个要再有再有是吧？近年来，政府相继实施了低保、新农合、基础养老金等救助政策。六十岁以上的农村老人每月至少可领到55元的基础养老金，但是农村老人的生活来源绝大部分还是来自子女。正月初二，乡下的习俗是子女拜年的日子。这天一大早，王招娣老人换上了新衣服。进进来，三叔怎么来啊？来不来呀？在乱着。那个还在乱着嘛？啊，在乱着不来。干了我来的，干了表子，干了来是你来哎。表表表。来。你不能打小奶个，我给我姑娘了，给我还有你干车你，干点你就帮我做事。钱我不要。我一年拿一翻个死，我不要，你要是三翻三千来，还我你不拿，嗯，哎，我不不不不不不，我有好多钱都压抑，接着接着，我有好多钱，我农民。农村的传统依然是儿子养老，女儿嫁出去就是外人了。我多年，那真的出去了。你要我总还是有点幸运要得多了妈妈我烂烂几个这些钱将是老人一年开支的主要来源我怎么接起来我接起来了这就不用了俩太给他钱币给他干嘛我他妈自己我还在那个我还在那个我还在那个好多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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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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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哎呦好几个朋友读一个高中他来也往不中来过对于留守老人来说
春节是难得的和孩子们团圆的日子。王招娣老人有一个心病，他的第二个儿子因为精神失常，前年在深圳走失，从此鸟无音讯。我是要不上不来的。上班的。哎。搿是一个月。哎，搿是你只是一个月，是不得管啦，行得管呀，也早得管啦，嗯。你把他打工啊，有时候我担心自家娘。哎，担心，天天担心，就是机关我个老娘，是吧？平时的也不用机关，我那机关不到，是吧？跟着完了，有时候我想我了吧？我想，我想没办法噻，为了生存咱个人，你不得不依咱个人，是吧？没办法。我说实在话，我目前还没老婆。我娘还是我精神支柱，我还行吧。这件事啊，洗洗脸，洗洗澡，很干净的。我很喜欢他们的啊，他也很好的，对我很好，总是开花。不过我也是天天给他们洗洗脸、洗洗澡的，很干净。嗯。那这个我以前种了好多花。钱奶奶喜欢养花，喜欢对着他们说话，还给他们拍照。不仅如此，但凡看到身边有趣的事物，她都会拍下来，洗出来，然后提上一首小诗。这是钱奶奶生活中最大的乐趣。八十不言老，只缘心态好。古今八十者，有位十不少。我乃一平民，勿须去攀高。日日平安过，知足是福报。遇事皆浮躁，平和最重要。来了，钱了啊，钱了，要钱啊！哎呀，要钱了，要钱了！弄好了不啦？钱，哎呦，我钱刚刚准备好的呀。你要的是多少？216是吧？我还扣掉了啊，走了。每天中午11点，街道的老年食堂都会准时送餐上门。我一直比较交得早，其实他可以25号收也不要紧，要到月底的。他总是我因为是交得很早，我已经给他算好了，钱我都算好了。对很多独自居住的老年人来说，买菜烧饭是件麻烦事儿。一份盒饭12块钱，钱雪瑞总是把饭整整齐齐地分成3份，这便是他的一日三餐。我糖尿病不能多吃饭，少吃点，饭也我如果没有接到这个盒饭，那我就困难大了，要去买菜，还要烧，还要楼上楼下跑，还要洗，还要什么，忙得了不亦乐乎了，对吧？今天天气不错，钱奶奶决定出去走走，
散散心。小区门口的街角是附近的老年人爱聚集的地方。中国城市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步入高龄化社会，在上海，空巢老人家庭数量正在快速膨胀，占老年人家庭的比例已经超过了一半。天气引诱我了，把你东西都不想走，天气不是开始。这个管子本来我们这里没有这个扶手的，没有这个扶手，只有这个墙壁。后来我们那个一个邻居提了意见，叫我写信给韩正市长反映。后来我写了封信给韩正市长，后来就同意大修的时候装这个管子了。现在装好了。后来我跟居委。钱雪瑞退休前是小学教师，在区教育学院也工作过一段时间。中了，我现在。以前呢，反应的时候，我还不需要拉着那个管子，现在我一定要拉着这个管子。今天拿出来看看，我这个。我就一个人的生活，我就要丰富自己，我怎么来过好这个生活？我就上老年大学，学书法，学诗词，学老年保健。那这个是我们的老师，已经去世了呀。他生病，我知道他生病。其实我已经也是癌了，我已经也不好了。后来我到那个普陀中心医院去看他，哎呀，他已经头发全部剃光了。有什么好吃的，总是带一些给我吃。你总是想到我，我非常感谢。是的。吴老师，现在我在想你。老伴儿早早离世，撂下钱雪瑞一个人孤零零地住在老房子里，一住就是23年。我呢有的时候想他们，哎呀，也想想他们，我一个人最后他们来看看我，但是想想他们现在上有老下有小，那时候我想想现在呢，我们也不要孩子来抚养负担，经济上面也不用负担，也不要他们出力，也不要他们，希望那个有病的是经常来看看，问问看有什么需要吧，是吧，能够来帮帮忙吧。钱雪瑞写了一首诗，题为《独居》。他守着寂寞，也守望着一份期盼。这是我自己写自己，因为我在一个人，我说话没有人应，没有人来，那么所以我说独居斗室隐形单，我照照镜子里面也是一个人，我坐在这里也是一个人，隐形单相与无人自笑谈，我又说话有谁来应我，没有人应我，相与无人自笑谈。养小日日先，养老日日烟。我现在我就看透了这一点。社会加剧老龄化，该如何面对空巢老人？空巢
纪录片编辑室正在播出。这是三公庙村的祠堂，里面仍然存放着赛龙船。现在河水已经不再干净了，很多老房子已经废弃，没人住了。年轻人常年在外，只剩下老人们守护着寂静的村庄。晚年的生活总是相似的，但是在空巢的家庭中，老人却各自有各自的寂寞。他们不是孤老，却同样孤独。现在当今的社会上面，这个老人儿女要老人的什么，要房子，最好有你遗产，最好嘛不要你们四啊五啊什么的老人。但是你到那个时候没有办法，哪一个老人哦，我要整心啥了一塌糊涂啊，没有的，对吧？养小日日先，看到下一代他们很关心，养老日日烟，养老人这老太婆怎么还不死，这个老头是烦死他了。我现在我就看透了这一点。那现在这个问题我想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我以后的那个就是在那个徐泾西园路二区14排11/12，我是11，我的那个老先生是在12，但是这个墓地上面呢，我的照片已经放在那里了。人家说，哎，你的照片怎么放在那里，现在你还活着的呢，这个要到你过世以后再放。我说他一个人在下面是很寂寞的，我现在在那里陪着他。这一天是钱雪瑞老人的生日。居委会的志愿者来给老人过生日，老人的子女没有来过。这大概多少啊？一多钱，对。好嘞。拍好。我现在我先吃一个。哎呦。甜又香，蛋糕甜又香。来。关怀记心上，不永不忘。真是，主要是做事了。做事了。